小三。来来来，扫干净哦。来，下面边啊，咱单牛会。咱顶头另外简单就好，咱参内就好，后尾喊班了 ，OK。哇，小朋友，听到咱的歌顶，是咱的观众秀，咱的真神将军的咱的顶哦。我有发现，而且咱小朋友开半面哦，开虎面呢、欸。是啊，是啊，好可爱哦。男生开虎面就觉得是只小老虎，是女生开虎面就觉得是只小猫，小猫，我都想要跳喵喵喵了。我们一起学猫叫。好可爱哦。咱伫遮要来做杠绳的仪式。是。拄啊，二姐，你甲我问讲，有啥？比如无啊，面顶会插香，就是咧杠绳。是。是，今摆要来做杠绳的仪式。有很多朋友是说，那是怎么会是在我们家做杠绳，因为这是我们淡水平安山我们的顶头之一嘛，所以来到我们本段来做杠绳的仪式。所以呢，很多人没有看过杠绳的仪式的话，刚好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来看说，不管是家将或者是官将手，他们要出发的时候来做将神，就是请神的意思哦。怎么来进行的哦？你那就是咱五月一号的时阵，就新增大拜拜，伊这个称呼叫做寒班，寒班的仪式。挂班嘛。对，但是咱伫外口面，咱来讲，讲叫做请神降神。是。哎，咱一位一位的称呼嘛不同款，但是做的物件是同款的。对。然后呢，意思代表的也是一样的哈，只是方法不同而已哦。啊，然后说法不一样而已。好，咱开面，咱咧跳观众秀。哦，先静心了后再来开面。是。开面了后会来穿着装，就是咱讲的穿装备。是。穿装备了后，摕着咱的手提了后，爱来请神。即摆你做这就是请神的仪式。是。仪式做出来了后，再有来做咱的跳班，咱的各项表演。嗯。所以它有一定的程序，来南宫以现代来讲叫 SOP 啦哦。对。它有一个 SOP 在跑哦。今摆咱的大神人啊，嘛有放假就嘛有，今摆咱的观众秀嘛有，是。你敢知影咱布地喜红啊，布地喜在有顶，那你做现场的嘛爱猜两尊，下凡将军，伫咱的后台，伫咱后台，是。这是我迄天去新民镇布地喜看到的，啊，佫有去咱啊台中咱最有名的咱这个龙舟，啊，伊讲做现场的后壁爱猜咧下凡将军。安尼音量较袂跳针，你是很乖乖啊！哎呀，乖乖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呢是在进行我们观将手一个请神的一个仪式哈。然后呢，请神仪式之后呢，现在你有看到呢，我们的现在要有用什么？有那个香哈。拄好是来蒸，对，即卖要来请，对，来来插着咱的香。来，一般吼，咱来看绕境的时候，拢已经是已经请神完之后，大家看因咧跳班咧绕境啊吼，所以哦，鲜少有看到说吼，一开始呢，在做这个请神的这个仪式哦。来无啊，拢来试金，来假金。嗯。然后关将手最重要的是着三点金。三点金。对，因为上个是目睭才两点。嗯。啊，然后我头一点。头三点金。对。这是上重要的。所以即摆大家看了，咱迄个金是设伫啥物所在？设伫个头壳顶吼。对。就是个头盔内底。是。而且伊咧画面就不简单嘞。
你来看，这都是你给我看面部的展现。是啊。来准备，要来请神喽。感谢咱球迷观众秀，欢迎咱的奖给谢。那他现在呢，就要随着咱党最短拜拜哈、哦，我们的绕境的队伍呢，一起呢参与今天呢整个绕境的。